第49题，火箭尚未点火，垂直静置于发射台时，人造卫星所受的重力对火箭施予一向下的力 F，则下列何者为 F 的反作用力？我们晓得作用力跟反作用力，一个是 A 对 B，一个是 B 对 A，这样才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。比如说，地球吸引苹果的反作用力就是苹果吸引地球。那么这个 F 呢，是我们的人造卫星给予火箭的向下力，所以反作用力就是火箭要去给人造卫星的支撑力。第49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何者为 F 的反作用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火箭对人造卫星的支撑力。